Hello， 大家好，应该咁好啦。今日嚟讲 Pokemon Go 五月份嘅活动内容。五月份嘅七天突破性进展奖励就系呢只加纳二嘅小火马，咁佢就会喺五月二号嘅清晨四点至到去六月二号嘅清晨四点，咁喺田野调查可遇到一把 IV 就系727，咁佢系有可能会开放升维版。点解话有可能呢？咁大家就去睇翻上卡条影片，就有讲到噶。咁我哋而家咧就系讲呢个五月五星团体战头目。咁而家已经开始至到去五月四号嘅上午十点咧，都系化身形态去电云龙卷云土地云嘅。咁佢哋都系有佢嘅色围板。而家咧就讲埋呢三只云弱点啊，同埋喺团体战可以捕捉到嘅一百 IV 嘅视频。讲咗呢只化身形态嘅龙卷云先。咁佢弱点咧就系冰系啦、岩石同埋电。一百 IV CP 咧就1911，车加成大风天就2389，类电云嘅化身形态。咁佢弱点咧就系冰系同埋岩石。咁一百 IV 就 CP 1911，车加成落雨或者大风咧就系2389嘅。土地云化身形态嘅弱点咧就系冰系同埋水嘅。咁而佢一百 IV 嘅 CP 咧就2050，车加成大风或者太阳咧就2563嘅。五月四号嘅上午十点至到五月十八号嘅上午十点就是我哋。最期待嘅其中一只捷尔尼亚斯啊，五月十八号嘅上午十点至到六月一号嘅上午十点就系伊贝尔塔尔。拍片日咧就正正官方将呢两只神兽嘅体质下调咗，所以我哋而家咧讲一个最新嘅版本，之后再同大家对比一下究竟值唔值得去升。讲最新版本啦，佢攻咧就250，防咧就150，耗力咧就246。咁佢升到40咧咁3781，50咧4275。咁原本咧佢攻击咧就275，防御203，耗力咧就270。样样都有少少减啲啦，但系又唔系话。真系减得咁严重嘅，咁但系我哋最主要睇翻佢嘅最高 CP 值40咧，本来系4514啊，非常之高，即系40咧已经有咁高啦，可以直接系将超梦嗰啲全部打败。咁但系官方始终都系要俾超梦留翻个位。将佢下调到去3781嘅。50 level 就唔讲啦，因为已经40 level 已经都低到咁多啦，咁自然去到50咧都唔会高得过超梦50咧嘅 CP。而家就嚟讲一讲佢嘅弱点先啦，我哋头先讲咗咁失望嘅嘢。只纯妖精系小人嚟嘅，喺未出之前咧，大家都已经睇好佢噶啦，因为咁多代嘅神兽啦，都好少话系有只妖精系嘅。呢一只其实系都我原本都系非常想升嘅，但系而家咧我就唔会升佢啦，因为咧佢攻击啦、防御、耐力下降之外咧，佢 CP 又下降咗啦，而且佢一般招式咧系冇妖精系嘅招式嘅。弱点咧就系降系啦，同埋毒系嘅。推荐攻打佢咧，第一名。超级耿鬼，第二名巨金怪，第三名超级大针锋，第四名大牙卢卡，第五名头地鼠，第六名基拉奇。咁挑战佢人数咧就三人就系极限挑战啦，六人以上咧咁就会好啲啦。喺团体战可以捕捉到佢嘅100 IV 咧系2160，即系加成阴天嘅话咧系2701。伊培尔塔尔咧暂时系冇被官方削弱嘅，仍然系一只好强嘅恶属性啦，同埋非人属性嘅精灵嘅。但系我哋今集咧就唔会讲佢住啦，可能到时都会开放前或者开放后有更多数据咧，再同大家讲。我都唔排除咧，官方喺佢开放之前咧更改佢嘅数据。五月份嘅超级团体战咧，而家到到五月四号嘅上午十点，都会继续系超级嘅奇异花或者叫超级嘅妙蛙花啦，超级嘅长耳兔，超级暴雪王。五月四号嘅上午十点至到五月十五号嘅下午5点钟，超级嘅奇异花或者叫超级妙蛙花，超级嘅暴雪王，超级喷火王 Y。五月十五号嘅下午5点钟至到六月一号嘅上午十点钟，超级黑老加，超级变龙。最后啦，都系每个月都系会有只新嘅 mega 精灵，就系超级七只青鸟。咁我阵间会讲噶啦，佢同社群系有啲关系。
讲呢个五月份嘅聚焦时刻之前咧，简单讲一个咩叫聚焦时刻啦，可能有啲观众未清楚。咁就喺每个嘅星期二晚上6点至7点，咁就会有一只小人咧喺地图上大量出现，同埋都会有一个额外嘅奖励嘅。咁第一个礼拜啦，就5月4号系木棉球，捕捉宝可梦咧系有2倍嘅糖果，木棉球系冇色围板。5月11号咧就系米龙，传送宝可梦咧系有2倍嘅糖果，米龙咧已经开放咗色围板噶啦。5月18号咧就系阿豪拉嘅小拉达，进化宝可梦咧系有2倍嘅经验，咁都系同样开放色围板。5月25号马力路捕捉宝可梦系有2倍嘅星尘，咁佢都系开放咗色围板。5月咧，同樣咧都係啲高火箭隊特殊調查，就喺5月1号開始打敗板木老大，係會遇到暗影火焰鳥。嚟到如果你完成咗呢個妖精傳說 X 嘅奉獻池調查咧，你就可以獲得到呢個超級火箭隊雷達。嚟到最後啦，官方咧都係啲預告嘅，咁5月社群咧就會喺5月15号嘅星期六上午10点至到下午。主角咧就系青棉鸟啦，咁喺活动期间啦，佢野外增加机会出现啦，埋你幸运嘅话都可以遇到佢色围板嘅，佢色围板咧之前已经开放咗噶啦，咁就喺图嘅右边，只要喺当日嘅上午11点至到下午7点咧，将青棉鸟进化成7只青鸟咧，你就可以学到月亮之力嘅妖精系技能啦。每个月嘅社群咧都有1280嘅社群礼包，所以今个月咧都唔例外，咁有50个嘅高级球啦，5个嘅超级孵蛋器。5个嘅分享啦，同埋咧都有厉害一般招式學習器嘅。拍高 laptop 咧系可以遇到青棉鸟嘅，最多就遇到5次嘅啫。同埋都有个棉翼小鸟嘅付费特殊调查嘅，咁佢港币咧就8蚊，台币就33蚊。孵化距离会减到1/4，分享咧就延长3小时。如果你超级进化大髀鸟或者长耳兔喷火龙，捕捉青棉鸟嗰阵时系会多粒糖果嘅。暂时未知道咧，超级进化7只青鸟咧需要几多嘅超级能量。7只青鸟暂时嘅用途咧，只可以喺 PVP 嘅1500联盟度用啦。妖精传说 X 喺5月4号星期二至到5月17号。想知道咧，都可以喺呢条影片嘅资讯卡咧。前几日咧，我就拍咗条影片系专讲呢个妖精传说 X 嘅活动嘅，里面有啲新嘅道具啊、新嘅思维啊、代精灵啊，咁你都可以睇翻嘅。第三项嘅活动啦，咁就系妖精传说 Y， 咁就会喺5月18号嘅星期二至到去5月31号嘅星期一。咁官方有透露少少系关于高火箭队嘅恶属性嘅小人系会增加几率出现，同埋有个全球大挑战。官方系话类似精传说 X 嘅全球大挑战，我就觉得咧要捉5亿只嘅恶属性小精灵嘅，咁我唔知道大家我嘅谂法系一样或者差唔多啦。后咧有个叫周末活动嘅，但系官方咧就冇透露任何嘢。5月嘅每一个星期一咧都有个免费嘅礼盒，咁日期咧咁红色字嗰啲就系啦，现在有远距离入场券同埋其他嘅道具。官方就宣布咗7月17号同埋7月18号咧就系呢个 GoFest 嘅2021啦。大家细心啲睇一睇呢幅图咧，到 GoFest 嗰个2021个 logo 咧系有个音符，所以好多人都觉得咧今次系会出第5代嘅万之宝可梦美鹿夜塔嘅。咁佢系2个形态嘅，但我都觉得佢会出无知形态多啲。去到最後啦，我認為呢個五月份嘅活動咧都係非常精彩啊，同埋豐富嘅。咁第一啦，有第6代嘅新嘅小人啊，又有第6代嘅 XY 神啊，我又有職位又有。咁唔知道大家喺咁多項嘅五月份活動咧，最中意係邊一個活動啦？咁都可以下面留言。中意條影片咧，記得贊好，俾啲鼓勵我，同埋未訂閱記得訂閱。咁按埋個小鈴鐺，咁有新片咧就會通知你啦。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